不一样，所以呢，我现在先不管大家是什么色啦，反正形形色色太多了。现在夏天一定要有的颜色就是橘、绿、荧光、荧光、桃红。谢谢，就是要越缤纷。老师说我不能穿那些颜色。夏天真的太多了，比如说像这种，这种亮橘，可是你看这个这种橘穿起来有更白啊，这是绿，是不是橘啊，对，绿哎，我怎么看着那上面是光橘啊？这个绿穿起来，你看好白哦，好白哦，好美，天哪，这个有显白，谁不能穿？这个白的人穿更白，我完全不行，不行哦。我好像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来来来来，真的，我好像有变白吗？有，变白耶！有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很神奇，这一件会真的会变白，超级耐哦，变白了，变白了，真的，好期待，好期待哦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有吗？有吗？好像还是有某种程度，如果这样，对，好像会快要到顶喽。偏黄或有点偏灰的就不太行。我们六七八都不行。对，你只是就是健康黑太健康都不行。但是如果你是偏灰黄，灰黄，我是灰黄，就会比较人生灰黄就比较有限。丽文现在手上那一件的绿色会比这一件吗？这一件绿来的白。对对对对对，所以我就说，如果你太就是不能选这个比较像是秋香绿吗？秋香绿，对对对，就是比较深一点的颜色，否则会比较不显。比如说给方瑜的话，我看我看，你应该不行呐、啊，我看看，可是你什么都不行，怎么这样啊？我可以啊，不行不行不行哎，不行不行，就是有点灰灰的感觉，对啊，好像全身都变黑白的。对，可是因为就是夏天，就是有非常多的洋装，比如说大家暑假去度假什么的，像这种也就是一件。哇，哎，橘的我可以吧？真的我可以吧？橘色你橘色不行，橘色我觉得我可以。橘色的话，因为它现在有戴金色的项链，我觉得会比刚刚的绿色好。哦，橘的可以。橘我觉得也好，我像不行，不行，我觉得没有，你就是能跳不出来，对，太相近的色，对对，橘的这样子就是大家远远看只有看到衣服，没有看到方圆，对，就是有超多这种一整件的，可是因为如果你觉得，比如说害怕你整件就是一出来就是很像一条的感觉，你就可以选，比如说像这个 T 恤，它旁边就是一个露露腰的，这样还要减肥啊，好酷，因为这是男生的，这是女生的，女生的，那你可以比如说搭下面的白裤子，或者是这边扎进去，一边是有两个颜色，那因为是夏天，比如说不管是刚刚说的这个绿橘色，我干嘛一直讲绿色？橘色、绿色啊，这些好朋友都可以是白色，就他们只要当白色，都会有一种非常夏天的感觉。但牛仔裤是一定可以的，可爱。好，讲完了，耶，这是老板娘给我们的建议。今年入围了哪些好货呢？赶快投票哦！投票就可以抽美妆热销保养品哦。